先教大家一些关于 vivo 一些神奇的东西，向上滑可以开机。等一下 ，OK， 第二个就是，等一下 ，focus 不到，斜 W， 等一下，哎。可以开微信写 W， 等一等，可以微信 WeChat 写 F 是可以开 Facebook F Alias Gmail 吧 Alias 对啊，开 Gmail， 然后按这个音量可以开手电筒，就要长按就有了，长按就没了。向下滑可以开相机，这些东西都是在 Smart Motion 找到，点进去，然后点 Smart Wake， 看来很多可以设置。F Facebook 开 Browser 按一，画 M 就可以开 Music。好了，谢谢观看。